马德啊，不是说你不赌的咯？为什么我先买戒指，你是不是赢钱？是啦，以前我老婆总是跟我说啊，她说啊，如果你把那些啊要赌的钱都存起来，都可以买一只戒指给我，所以我……哦，所以你现在存到钱就要买只戒指哄她开心？讲 Q 了！哎呀，但是我钱不多，只可以买便宜的哦。哎，你那心理医生还真厉害。